天哪！我们觉得珍珠会跟谁约会？哦，我天哪！他到底会选择自己好奇的人呢，还是选择自己熟悉的人呢？让我们看一下珍珠的第一次约会到底是跟谁来。今日美术馆。嗨，来了。谁？我近视了吗？太糊了。依晨？不是吗 ？No。陈依晨，你不累吗？突然好满载而归。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超越，从第一期开始白来一趟。我挺早的，你是不是很塞车啊？我还好，有一点点。我们走这里吧。今天几点起床？我今天闹钟没有调好，所以超级赶。你这两天有空吗？我邀请你来约会，如果你有空的话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好，晚安。晚安。而且他压力好大，因为他要守住三个秘密。哦，好美哦！我喜欢这个，我很喜欢。唱歌又有颜值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 OK， Let's go。你家里有养宠物吗？有喂一只猫。我也有。你有一只猫？我从英国带过来，它是我从三个月就把它抱着，然后我也是三个月的时候抱回来的，我当时躺在我的怀里，睡着了，我说我要对你负责，我对你，然后就把它带回家了，当时感觉这肩上多了很多责任，我感觉我现在是一个男人。我还给我的猫制定健身计划。健身是怎么做？因为每次我要想靠近它的时候，它都会用手推着我的脸，然后不要靠近。有一次，它就
把我伸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把手掌放上去，这时候他又伸出来一只手，好可爱，两只手，这时候我给他做过图，这个可以，给他做了，他就一直用力，然后我就一直给他加压力，这个好可爱。哇，你比我想象中健谈多了。你也很幽默，你很有思想。进来吗？会对你有压力或者说紧张的情绪吗？其实会，嗯，因为我很怕，就比如说男嘉宾可能跟一些女嘉宾已经有一定的感情，对，因为毕竟在你来之前大家都相处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可能就是我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呀，嗯，不用压力，没有。好可爱哦，还是个兔子。对。那你的理想型是什么？我没有特定的理想型，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嗯。我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嗯、他可以是外星人。外星人。那你有就是有让你心动的瞬间吗？有心动的瞬间，对，有。你呢？到现在为止有吗？我觉得有，嗯嗯，对。哎呀，他也是那种星星眼的那种，看着陈以诚。你有吃过就是豆腐弄的汉堡，但吃起来像肉。豆腐汉堡是吗？我听说过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吃过。我很想去尝，我也没有吃过。我是真的很爱吃汉堡。我其实就是。我吃汉堡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就是把一口就是塞进去，因为我觉得分开吃不一样，不可以分开吃。就是我跟男生约会不可以吃汉堡。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去吃汉堡，就一口塞。不行，我嘴巴会太丑了。而且我还会研究怎么才能塞得穿。你们很真的很可爱。你别夸张，哎，这也太可爱了，就是那种学生谈恋爱的感觉。我笑点很低嘛，所以爱上的女生运气都会非常好，对吗？